有人说我们一家是硬核家庭，我叫杜福佳。从驰援武汉到乡村振兴，让我来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，在平凡的岗位做自己的英雄。你退后，让我来。每一次看到哥哥的视频，我就特别的难受，每一次听到轰的一声巨响，我就特别的害怕。那个时候我特别的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。杜国清醒点，杜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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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挺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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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住。看到那些老百姓饱受累患，炸伤炸残的情况下哈，心里很难受，我们都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在边境上扫雷的时候啊，每次遇到危险都是党员骨干冲在最前面，当时我也是党员，所以说我也应该冲在前面。我觉得我不是什么英雄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恐惧肯定是有的，我的心底就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，就像我哥哥当时一定要去扫雷，我觉得我们的当时心里应该是一样的，就应该冲到第一线去。我觉得这时候国家需要我们，就人民也需要我们。贵州援鄂医疗队支援湖北，在扫雷战场，哥哥说你最后让我来。在新冠肺炎的战场上，我想说，让我来。一二三，哥哥看到雷场附近的村民十年被炸三次，非常心疼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没有了，就跟我们说，然后我们先给你开。走上自己的战场，与患者朝夕相处。我才真正读懂哥哥写排雷申请书的心情。谢谢你们，我们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在2021年的五月份，单位派驻我到沙塘村担任第一书记。当时哥哥他也鼓励我，说你到一线去一定要好好的干。那也办了，当然是可以的，比我这的快。我来先学干。我们的生活那个节奏越来越快。杜福佳哈，开始来的时候，在很多老百姓当中了嘛，都认为她是英雄的妹妹。从一个当护士的小姑娘啊，在我们城来当第一书记，确实对她信心不是很强。具体是落在镇里面还是落在村里面的话没有数。挖一条沟过来，挖一条沟过来。通过她那个学习的积极性，和我们共同走村串户了，入户对老百姓的那个关怀，一直是一片。和以她那个精气神对老百姓那个鼓励啊，对我那个改变啊，确实很大。现在开始测量。哎，你平时注意点饮食那些哈。嗯，因为我是做护士的，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。所以说我去走村入户的时候，我就把什么血压计啊、血糖计啊就带在身上。杜福佳他还有独特的思维和见解。这个滑得不好啊，啷个办啊？这个能力啊要长起来都多快了。大家不要着急，这气温回升了以后，它会很快的发起来的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会通过我自己的一个直播跟大家摆个茶叶展现出去，会组织一些志愿者来帮助大家。
这一款呢是我们梅潭的翠芽，品质非常好，非常欢迎大家来采茶，赶紧茶，放心茶。他的确是一位优秀的组成干部，平易近人，和上头对接，跟我们沙塘村产业带来了极多大的福音。多多关注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希望大家可以帮读书界的一个人吃得苦，他来了哈，他都下茶桌一起七八年了吧，每天来到茶山那里都要去两次。这不是英雄的妹妹，她其实就是我们英雄妹妹。今天很高兴回到家乡，这次特意回来看看妹妹村里面的茶叶。听妹妹说，今年受冷空气影响，家乡的茶叶受灾严重。乡亲们，困难都是暂时的，让我们一起团结一致，让村里面发展得更加美好。十年间，哥哥的战友，武汉抗疫的同事，田间让我来的志愿者们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，以使命与担当诠释青春力量。我从一名普通医护人员到抗疫一线护士，再到乡村振兴的工作者，哥哥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和弟弟们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到极致，在危难关头舍身忘己让我来，主动请战让我来。我们会将这份精神延续下去，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。香不香？香香。哥哥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时候你真的不后悔吗？不后悔啊。我也不后悔。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、骨气、底气，不负时代，不负韶华，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。让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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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十年在大动中前行。